成了偏见，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披星吊点，什么时候我们还是没有了底线，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，可能曾经那么爱我的话要说细节，后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敷衍，把刚才放下放在我的东西那些都有个期限，显得可怜，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怎么要说细节，突然变成什么